哇，进来的好快。对，大家都还啥没说呢，先谢就完事儿了。嗨，晚上好。搁这儿咔一坐又一小时。晚上好呀。其实每天都是一年一度的日子。俺想补个口红，整红点儿。不想长大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，对吧？呜，你们看他，谢谢。呜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。我，哼哼哼，哎呦，差点掉了，这什么歌儿啊？我六岁还在幼儿园呢，老红了。整理一下子，短发藏起来。幼儿园的小朋友才涂大口红，大红口红呢，还要点个点点。那我也要给自己点个，点个红点点。点个红点点。我这红点点咋看起来怪怪的呢？看起来像那种流血了，像谁给了我，给我扎了一针，是不是？所以是谁给我扎了一针呢？这就是说，这就是。我想给手机换个手机贴膜来着。看得到我的红点点吗？就是说我有刘海啊。哦，谢谢生日礼物。但我手机在直播呢，就是说贴不了。谢谢生日礼物挪抓，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。谢谢恶魔头饰。Hello， 娜娜，嗨，哇，拖鞋，我先拿回来了哈 ，Sorry， 谢谢你啊，张瑞，不用谢。不可以。嗯，找你借衣服。什么衣服？别啊，别穿鞋。哎，拖鞋到底要脱了鞋啊。给我拖地哈。就是那个和我一样的不同色的那个蓝黄那个。那个我要
拍照。听不懂。什么？就拍照。嗯。干什么嘛？因为我传不了，太大了。啊？没事。祝你明天生日快乐！谢谢你。我要砸你！谢谢你们俩。还有啥？嗯？哦。对。龙虾姐，就是小龙虾姐。飞也有。飞是那哦，它很多颜色的。它跟我一样的。它有很多色，真的。它有两个颜色。谢谢，很无语。你们知道张润干了什么事儿吗？哎，你们觉不觉得很无语？他昨天，哎，他昨天给我发让我选，我谢谢他啊。来，乌说，我先吃。太惊喜了，对，他就没打算藏，甚至他还走了，对，他就很直接。无语不？乌乌说俺先藏一藏，这跟我上次给乌乌做的那个蛋糕长得很像。这就是直男吧，他又把门关上了。我要把这个点擦了，有点洒，有点憨呢。擦掉，好，我恢复正常了。我懂了，叫我自己过是吧。真的是发现了，这根本就是，哎，你自个点一下蜡烛，你自己许个愿吧，你自个儿整，就是说，哦，像哪吒，对，自助过生日，你自己过吧啊，懂了，他生日我也这样。多傻呀，那个点不行，我得去掉它，不能有那个点点。哦，对对，什么什么对不对。二郎神的三眼，所以说不能这样，就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成熟稳重的人。我这衣服也很好笑，没有领子就有点像厨师，有领子就又有点太长了，显得特别的那个什么，特别的有点那个什么玩意儿。要不要来个 BGM 助兴？啥 BGM？明天不是抖音直播，对，他张润的农历生日就是明天，跟我同一天哈。买了小屋吗？什么小屋啊？啊，谢谢。下次爱宠。不是周六晚上七点吗？每周六晚上七点。哦，明天我要排练呢，所以不是我。所以不知道会是谁。我要排生日公演，没有时间去。所以不是我。本来是明天有的，但是。
没时间去呀。还有星战我也要学呢，就是说现在还不会跳，明天，别说辛苦了，别说辛苦了，说了辛苦了，我感觉我真的很辛苦了，谢谢龙波。娜娜，嗯，想看看你的这种裙子，你有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没有。类似这种，他想进去蓬蓬的。你看呢？你看，你看看呢？在我旁边。拜拜，娜娜。拜拜，谢谢你。怎么地？就突然就笑死。哎，很无语，你们看他。裙子拿来就扔在那个上面，张文是不是让人无语？我现在都不想理他，也不是惊喜，就很随便，这个人就很随意。没有，我猜他待会要在我面前点蜡烛，你知道吗？就一整个大，对，就突出一整个。就大家伙聚个会啊，大家就是大家自大家待会自觉就是，嗯，我的丫丫宝贝，大家待会自觉就自个儿进来就自己找个地儿坐下啊，就是说也不需要惊喜，反正大家都那么熟了，对不对？丫丫，丫，你。你待会来的时候把你的锅拿走哈，不然那个哦，对，大家记得脱鞋，就是不然那个乌老想跑进去，我不知道他想进去干啥，万一他待会在里边尿了我就没办法了。哎，我待会就门口那边站着直播，我让他们记得脱鞋再进来。对，我就很害怕他进去，我还好给他我就待会站门口，哎，大家就，哎，哎，我看他，我待会就，哎，他们不给我准备惊喜，我给他们准备惊喜吧。我搁门口，他们准备开门的时候，我在门口吓他们，怎么样？我躲起来，哎，我躲起来，哎，不错，嘘，那我躲起来，我们躲哪儿？哎，我直接在门口欢迎他们我装成女鬼，我好像没有女鬼的装扮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穿什么呢？12点打开门哦，可以，我12点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门口打开门哦，我去厕所啊，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去厕所是吧，床底下，床底下那是乌乌最喜欢去的地方。他们会看我直播，没事，我们现在还早。他们不会再看，对，他们不会再看。哎，我给他们惊喜。那我要整些什么呢？我躲起来。哎，不对，好像谁也干过这事儿。哦，对哦，丫丫在看。被他发现了，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让他加入我们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那没事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直接站走了。哎，我这哎这样吧，既然蛋糕在这，哎，我自己点起来，然后点完之后，然后我完了之后，我捧着那个蛋糕，我站走廊迎接他们，怎么样？我捧着俩蛋糕，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我的房间。大家嗯就不用进去了，大家每人舔一口就可以走了。就是说大家就不用进去了，我也懒得收拾。就是说要不嗯我们出去吃吧，就是不要在我这吃了。我们现在出去，哎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去聚会怎么样？哎，我现在就给大家切好。
切好完了之后，我就待会来了，大家领一块直接走。你干啥呀？你喊啥呢？不要暴露了，你那么多话。要吹蜡烛那些，呜呜听了都好。待会躲哪儿呢？哪有很坏？这不是很好的吗？多有意思啊！不是，哎，好像是倩倩之前干过这事，就是她躲起来，她躲到了衣柜里，然后我们来了之后，她就出柜了，装睡吧，直接。那我得带着你们装睡。丽卡在吗？丽卡走了吧？我带你们躺到我的床上，那这样就没有人提醒他们脱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不在。哇哇哇！第三名就是应援榜第三名，你们看的，它是一个绿色的心会转，哎，好神奇哦！没有那么大的纸啊，怎么办？装睡是吧？好神奇啊，这个爱心真不错，感觉我就是解锁了一个什么东西。哎，你们看，它正好转在我发际线那儿，就是这个东西给我头转秃的吧。怎么是绿色的？对啊，怎么有没有人整个黄色的？来早了，别的房间，什么房间？他们看直播不就知道了吗？笨蛋，在搜黄的 ，OK， 等你。不会做呀？做什么呀？哦，你说不会做这个呀？你可以搜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神奇的？你看我头上顶着一个我在跳舞，隔壁房间是大乔。嗯嗯，怎么弄动图？你上传动图就是动图。多去倩倩房间。哎，十二点的他们聚集在我房间的时候，我再推门进来。Surprise！ 谁给谁过生日啊？你们在说啥呢？离谱！谢谢奶茶。这是啥呀？拧着头像，我什么也……哎，这是谁啊？这头像是啥呀？我把电闸拉了。大乔来看直播，真的。嗨，大乔。我看看有谁在直播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哎，就是说我给倩倩连麦，就是说跟大乔串通。
谢谢你。他不会和你连了一个小时吧？对，也没有了。一个小时、啊，你拍不到你的下半身，你为什么要换成这样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叫玩具哦，因为我没找到、啊、谁、哦、一下就阴间了，一下一下因为韩月在搞这个，我怕看不到、突然好亮，能把这个变成黄色、韩月在给我们弄，谢谢荧光棒，谢谢生日棒，太幸福了，谢谢空阳和快乐王仔，我也是第一次发现，哎，他就可以换这个颜色、啊、怎么换啊，关打开你才知道吗？啊！谢谢通阳仔，我觉得他的牌好亮，我也觉得，我从来没开过这个，我也是。这个灯有三个颜色，白、暖色。哇，看看火锅，待会儿看看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靠着张润，靠着张润，好热闹，对，大家真的口出狂言，都是我的宝贝，不主要是太震惊了，你看到吗？怎么了？再来一遍，什么情况？大家真的都干嘛？穿这个吗？不是，你们这些穿睡衣的很难不让我怀疑是来睡觉的。没有，不是，睡觉了，哀家睡衣已经换好了。睡衣来，裤子没穿的，来最后一个睡衣穿的，裤子没穿的。你但凡敢把镜头转过来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，这些还，我也没穿，这些都被吃完了。都穿裙子，我为什么穿裙身？因为我没有穿裤子。谁啊？吓死我了！哥，你也没你啊？没事，你也没什么，你也没穿，你也穿睡衣啊？哪一个过生日？他好像确实也是睡衣，嗓子都哑了。他依赖呀，那么帅呀，对你们。我也现在穿睡衣了，今晚都给我留下。还好我穿的。姐，我也带了。韩月，那边有垃圾袋吗？有。这也有，这也有。你干嘛？干嘛？我说你这个。呜，躲起来！哎，呜呢？呜去哪了？去尿尿了。追什么？追铜锣烧未果，倒回去了。真的？他去哪了？弟弟呢？不知道啊，他好像没抱来了吗？抱过来他，然后抓，把我腿抓伤了，然后就把他赶走。对，没有赶走，他就跑那边去了，不知道他去哪了。这一块还有人吃吗？还谁直接端着这个吃？啊，让我吃一个。笑死你，真来吃的。他吃完了。不见了。有拆礼物，反正待会儿再拆。合适拆吗？我的宝贝们，韩月。突然贤妻良母了起来。那谁家呢？做了一群猪。我们幸好去战地。哇哦！这是老招吗？对。啊！哇！还可以这样啊？对，可以点外卖。我会学猪叫。我也会。你不要学，你就说话就行。谢谢生日蛋糕。谢谢您看，应该是扭到最大了。这个干碟居然是，怎么开啊？你不会用你的锅，你也有点好笑。闹闹，应该是我们就一个大走了，你们就走了，我就一个小走了。拜拜，你们不吃点儿吗？我就是一个中吃饱了，饱了。拍个照告诉我就好。拜拜，生日快乐！哎呦，真的。哎，拜拜，改天一起玩。他是一个双数双飞。啊，你们穿了睡衣要去干嘛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坐着噻，躺着噻。去躺着吗？我说你要走了，你站着。是呀，我换个地方躺着了，我不会在你们床上躺着。谢谢叔叔。什么？来吧，躺吧。什么？你像没见过似的。没有感觉。不然呢？他睡地上是吧？你们就怎么了呢？因为只有你一个猪。真的吗？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想吃的是吗？笑死！他去抓。哎，我可以拍一下吗？笑死！看。我也不。杨润熙。笑死我了。抓猪，把火烧。你
你问他一下火吧，让火大一点。你问盖盖，我喜欢他那个香水。你有没有一次性碗筷、啊？你不喜欢那个吗？我不说没货。有几个？和你那个味道很像。真的不像。你闻了？我们闻了。真的？你在里面？不，我觉得店里有那个闻的，你觉得会像吗？不像，让他自己说。嗯。他闻的不清楚。感觉真不错。你闻，你的更清爽点。对。这是什么呀？锅底呀、啊。还是看看看火锅呢？你为什么不直接？这是我们月准备的。因为我不知道够不够。笑死！全部煮一边，味道会重一点。但是弟弟待会儿出来了，帮我们扔出来。会不会太多水啊？我怕他待会儿。你走啦。啊！再见。啊！拜拜。Happy Wonder World。明天见。明天不见，后天见，后天见，天见宝贝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明天十点四、啊，还好有塑料袋。小心啊！我该吃了。我姐，我不吃猪了。笑死了，海月。怎么说呢？我是你真的是要把我笑到干嘛？满地找头。找不到，可能没有这东西。笑死，无语。你怎么知道？想吃火锅，怎么就只剩下我们了？从来没说过，我都不知道。谢谢生日礼物，谢谢生日，拜拜。你这个点什么？就剩下我们三个了。就是我们三个了。你要不要吃一口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我买分量没有买。白月刚刚还在说，哎呀，不知道有这么多人。不是吗？你也去练舞？我不练，我回去了。晚安。完了，你带手机过来是不是？我带手机。谢谢人气的阳光。呀，我好乖，我的脚。哎，我没有，刚刚没有都抱一下再走，可惜了，大家都穿睡衣。喊回来，抱完再就走。不是，我待会去他们房间抱。睡着了有起来。刚刚都有谁给我什么礼物？嗯，是安送的娃娃吗？我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。这是真是眼罩，因为我看到的。哇。然后又是布丁狗的。爱你。然后它图案好可爱，虽然你戴上就看不到。你要走。确实。你们慢慢吃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了啊！对，就刚好剩下我们三个在那聚餐。哎呀，不要打呜。拜拜。不要打呜。睡呜在哪？在里面。其实我刚吃完，可怜。我也是。其实我几个小时前吃了。拜拜。拜。你要不要带钥匙？那个炉子别带了，不太得劲儿。不是，是正好三个玩，姐妹们就是说天注定了，这就是说就是我们三个的。哎，其实再多一个也可以，但是就是说没有缘分，缘分就到这。谁的奶茶？就是说没错。谁拿了个奶茶过来没？是我的奶茶。这已经是最大了吗？对，因为现在还在煮嘛。啊、你们还想吃别的啥？我可以打把游戏。可以，我们可以一起打把游戏。你不是在直播吗？我们可以直播打把游戏。有什么菜就？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菜，反正就韩月点的。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，我就点的都是我喜欢吃。哦，那不错，谢谢你。你有 iOS。我点了20块。哇哦！你喜欢吃掌中宝啊？10块还是20块？这也太棒了吧！我喜欢掌中宝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差一点。你看我头发都开始炸毛了，就是说刚刚躲那个。哦、我点了20块。谢谢生日礼物，谢谢生日猫，谢谢生日蛋糕。就是他外卖里是没有肥牛的。还好点了个千层肚，他没有了。他说我要换什么？我说我要换肥牛。笑死！我跟你们说，刚刚是怎么样的情况？就是我躺在床上，然后是谁叫你们往朝外面唱歌？谁？哈哈！张润呐，说他在外面，你们就快看。然后所有人，你知道一堆人，然后人狂吼，所有人在门口，站在门口，躲在楼梯间在唱歌。那个吴亦凡还端这个蛋糕堵在最后面，阿叔，给我一个大笑死！你懂，就是外面大家就被我们吵到开门，开始逐渐加入。结果发现在哪儿啊？笑死我！觉得成功骗到。我以为你躲在厕所，你躲在哪儿啊？床上啊。就在床上。不是，我还盖着被子，你知道吗？盖完被子，然后我就带大家真的，不要吵！我本来想说点好蜡烛等你们来。你亮。你这怎么一股很好笑，别讲出来，我闹闹偷偷的。就应该是屋。我说这个火锅怎么越煮越臭啊，吓死我了。有没有筷子？为什么？真的有一股屁味儿在里边。他在解决。我来拿。那个啥吧。没有呀。
他不会又乱。有可能。在爬楼梯，干嘛？给。我跟他无意中两双对峙的眼睛。然后他。他那个表情看我，我真的。我好想换件衣服。呜，偷偷加料，笑死。换吧，换吧，来，我帮你举着去吧。对着他了。那我可能需要你帮我。去吧。可以可以，我一只手帮你。我帮你，我两只手。哎，我有这一件红黑。对，呜呜送的，真的。不错。双子了，双子了。哎呀，差点把自己的额头拍进去。额头有什么关系？去隔壁房间。隔壁房间？这不是你房间吗？我房间。我房间能去？没事，你要么他们房间，要么大雅乔房间，你挑吧。大雅乔房间大一点。换个什么呢？穿睡衣啊。哦，你说的对。这么随便的吗？睡衣拍吗？那就不用对着我了，那我们就对着锅吧。对着我呢，那我可以穿。嗯，完全没有开，哎，这每次开个镜像都找不到。对，所以说打一局就刚好。有可能，你有没有锅盖呀？好，他走了。我真的需要帮忙。你有没有锅盖？没有，好像有，曾经有。帮我拉个拉链。啊，拉拉。拉拉帮你拉拉链啊，那我不是拉不了了，我帮你拉不了，得叫罗可嘉帮你拉。等一下，罗可嘉是那个吗？谢谢月，来吧。我不是。嗯，你不是，你帮我拉吗？好。我等一下过来。谢谢你。对，水可能就是多了。当时这个东西他没放进去的时候，没知道水这么多，放进去发现掉了。好想把中间那个隔板取掉啊。等它煮开了再匀吧。你们怎么突然都走了？简直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罗涵月的直播间，请大家祝罗涵月生日快。谢谢。在为我即将到来的明年生日提前过了，谢谢生日礼物哦。谢谢。哎呦。谢谢大家热情为我送上的各种生日礼物、生日帽。开火了，没听到这个呼噜呼噜的声音吗？对，我就说，就把他们叫过来，就是说一个大打个王者，那就过就是开了，没有盖子。要不然把他那个他新买那套刀具那个盒子，把你那个刀具盒子拿来盖着行不行？确实是鸳鸯了个寂寞。呜呼，来吧！啊，罗汉月生日过完了，送回卢静过生日。啊，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怎么打王者？对啊，打一把王者他就开了。打一把王者，你脱上，我就没有粉丝。脱了。嘿嘿。我脱了吗？他叫换了，好害怕！你这什么？小宝什么字？笑死了！我不想自己拿着。谢谢生日礼物。可以拿这个盖呀、啊？可以吧？但是差点。哦，我的衣服都皱了。就剩我们三个。寂寞的夜。对，我还点了个饭。你吃晚饭了吗？寂寞的，你吃晚饭了吗？寂寞的，吃了一点。但我可以吃饭，我吃很多的。你点的，我吃。你给我，我吃。那你把塑料盒子先吃了。就知道你没什么好话，真的是。把它夹碎会不会快一点？现在是水没有起温度的问题，倒不是它化不化的问题。不是睡衣派对，就是。起码罗涵月不是睡衣，大月就不换哥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没意思了。打算一个人又骂一碗吗？
啊，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我只有游客算？谢谢生日猫，谢谢生日猫，气死我！谢刘倩倩，谢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苏存，谢谢金虎。给你们看什么？什么？居然有？哎，安安给我的，哇，好可爱呀！你没有吧？你应该没有吧？变猫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有一个小的，都没有的，给了你一个，比它小很多，好像是。哇！我找的时候贷款的，找的时候我都麻了，我生怕买到你有的。对，只有我们三个，他有的太多了。对，我很怕大家很忙，怕撞同款。但我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谢谢我只知道你喜欢它。你要多少？嗯，分一分。要有没有辣椒？你随便给我倒，我只要不要葱就行。娜娜，你这有没有辣椒呀？那个里面有啊，那个是干碟、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香菜。这是挑一挑嘛，我也不我也不记得是大乔宝贝还是小乔宝贝。这他们两个其中一个。好有道理，你讲了好有用的话。哇，好可爱的。不知道什么，就很像他们的风格。对，大饼干吧。谢谢。废话文学。好可爱啊！呜，你在干嘛？给个纸巾。我要装进去，不然待会儿就被呜尿了。擦地了，擦地了，擦地了，擦地了。嗯，唠唠，你有没有啊？有什么？辣椒。黑椒吗？有小米椒。哇，你家有小米椒？在那，因为我那天吃椰子鸡。谢谢生日礼物。用一下你的筷子。在你找一下那边那一袋。你要香菜吗？要一点。爱你。我不知道，无从下手啊！哇，这么大一包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一坨拖过来一点啊？哦，我们那边还有很多那种票。这个啊，不行，是他吧？是这个东西吗？是，不是，这是那，是那边，就是它，那一堆，有看到一个盒子吗？啊，看到了，谢谢。它有没有坏掉？谢谢生日礼物，没有。那它这上面白白的是什么呀？哪有白白的？呜，开始叫了，谢谢糖果。等一下，我去把门关。哪有白白的？你仔细看。哎，真的耶！它不是四天吗？哦，可能是因为要冷藏。哦，那它就是坏了。哦，冷。哦，冷。还有辣椒吗？我想一下。我有老干妈。这个酸辣椒吗？这个张润的牛肉干。可以。谢谢糖果。对啊，你看这个灯，真闪的好无助。哦，我看到你老干妈了，你要吗？你要吗？我想要。韩月，甜甜甜的，不好吃啊！你看韩月在帮我一点一点，别拍我，没拍你的脸啦。那我拿远一点，但是我拿远我就看不见，有可能就把葱拍进夹夹进去了。嗯，那我不拍了。他在帮我挑香菜，他把香菜都夹给你。不是啊，就是我不吃葱，然后他在帮我把香菜挑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不吃香菜。谢谢愤怒的猪仔。加油，挑完它，我怪不得你挑。怪他，那白感动。但是他就是一锅。我真的，我刚刚感动了半天，没想到罗汉月。我有蒜蓉辣椒酱，但它不辣。我没有别的辣椒。可以加这些不好吃。还是要加正宗的滇海椒面。没有，我应该买点滇海。韩月还是那个韩月。所有的滇海椒面。点也没有变。哪里的好吃啊？推荐一下。是绝配吗？保持自我。笑了。非常好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你。这样的我呢？那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。你到底喜欢我哪里？我改还不行。就喜欢你，不喜欢我。对，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什么少年？谢谢生日猫，笑死！笑什么？就是笑，就很好笑。喜欢你的性别，喜欢你，确实这个有点难了，主要是没钱。我可以帮你，不是？啊，不必。对，他就很叛逆，他就是口是心非的人，口是心非第一人。对吧？无双对，无名说是啊，对啊，无名是啊，对，呀，对啊，对吧？你这个锅我一在想，会开的，会开的，会搞定的，会开的，会开的，我们都懂。对，我快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加给你了。
乌是 gay， 乌喜欢罗汉玉啊？啊？嗯？乌是女的？乌是公的。那乌为什么是 gay？ 他就是 gay。懂了。因为他是 gay。乌是 gay， 乌喜欢罗汉玉。明天见。哦，明天见。对。问题要看什么？对，在门口。啊？在闻鞋。啊？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们穿的什么鞋啊？拖鞋。那还好。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尿。啊？不是，他只尿那种鞋。什么表情？啊？对啊，不要来闻我的鞋。对啊对啊，只尿有脚臭的鞋。请问谁的鞋被尿过呢？他只尿那种，就是除了拖鞋之外，他都会尿。吴云飞说元气要咬他的脚，睡觉的时候。哦，对，猫其实会抓，就是除了头之外，啊、咬一下。它死了吗？吴也会在我睡熟的时候过来闻一闻我，然后就走掉。还活着吗？对。我可以开吃了吗？还活着吗？起来打猎了。我的天，好多。它就是尿那种鞋，也不是尿贵的鞋啦，就是会。妹妹，就是这些猫都不知道有什么癖好，一个一个的。太好了，娜娜的生日好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娜娜的生日发工资。确实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前两年吧，有一次双喜临门，这就是。前两年有一次周总没发，然后我就去跟周总说，我说周总今天我过生日，然后他就发了，他说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真好，也没多给你发。没有，多给你发100啊，太不懂事了。对呀，啊，真的是。头发好亮，因为灯开的太亮了。哇，我都参加五年双十一了，还剩下半个蛋糕，三个蛋糕还剩下半个。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我的淘宝跟我说的。能装掉的行。2014年我第一年周总可以给你发工资，为什么给你发工资？你要入团吗？我2009年，怎么啦？没有看你们花了多少钱是吗？我可不敢，不敢看，嗯，难以面对。给的生日礼物真不错，他给了什么生日礼物？给你发工资，确实，那我明天就负责去催他了，我从早上就开始给他发消息。太好了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哎，你干嘛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纸。我。笑死！一脸惊慌。现在就催啊？现在催不太好吧？他现在应该睡觉了吧？也不定。就不敢说马尾了。改掉。算了，不改了。他会不会恨我？把他玩具扔掉。他有别的玩具。他今天又在那个盒子上尿，我真的无语。快污啊，快污！吃你的饭，吃你的饭。单马尾，没有单马尾。啊，他不是在用的吗？其实也可以了。嗯，他应该是怎么用的？每月挑的好仔细。对，我怕用被我。怕把自己毒死。他挑了半天。没有了，这才过去几个小时而已。是不是开了？你看水少的那边开了，水少的开了。对，我很汤舀过去给它浇灭。把那个底料舀过来给它搞。我很害怕待会儿这边会那个。哪个？出来。对。铺锅啊。嗯。那个。对，你们听到响锅了是不是？我给你们看一眼。我怕的呀，真的是。不要怕，不要害怕。哇，突然觉得有点亮哎，就是灯有点亮，好。还关了呀？要吗？也不用，就这样吧。对，真的就看一眼，因为还没有吃的下去。这个扔了吧，待会误食。我之前也是，应该可以放很久了。然后那天把它放在那里，第二天它就长白白的东西，坏掉了。我也不知道它是坏了还是那是盐巴。怎么会有盐巴啊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它是不是自己长了个盐的结晶什么的。哇，你这有点努力啊！我觉得我们可能涮两在闲暇区里问一下谁有，谁有这个都比辣椒快。我好像我有，好像我们房间好像有。那你再挑吧。你们要吃吗？没有辣椒粉吗？我有胡椒，吃两块。嗯，白胡椒粉。
花椒是不一样的。要啊，好吧。你们川渝人有胡椒跟辣椒，我也胡椒跟辣椒还是很有区别，差很多。嗯，你喜欢吃胡椒吗？还可以，我喜欢。我吃出来了，上次。嗯，把我太多，谢谢。到了。嗯，大家也快乐。不应该啊，可把我教到了。教到了。不辛苦啊，不辛苦。可教了。我脚好酸哦。对，我还没发微博。我手机呢？哎，其实我不想发。我也没发，我忘了发掉。手机呢？我给娜娜做了个视频。啊！别想太多，不是那种。这谁给我送的？这应该不是礼物吧？哦，这是张润的。我说刚才好像没有人给你这个东西。笑死！哎呀，我找一下那个视频，找。我手机呢？手机呢？手机找不着手机了，我找着了，什么现在都没充，不会充，充什么？哦，充电。对，我刚刚就在找手机，我发一条微博吧，那还是发一条吧。这么随便啊，你先发完然后看我发的。因为因为没拍好啊。我想看。就是说发完给我看。他好像、啊、就是说我想拍外景来着。其实我刚刚前面还没有到十二点的时候，不小心手给我发出去了一次。没看到，我看的房间了。就是离谱。就是我手太抖了。手太快。对，说太快了，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想到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天天快乐，祝你从早上起床快乐到晚上。啊，谢谢大金牙还艾特我，我看一眼这是什么东西。哦，我粉丝耶， yeah, 我给娜娜发做了一首应援曲。哇，真的、啊？嗯，发出来了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哈哈，好可爱，这个封面做的。放来听听啊，在哪呢？我喜欢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为什么发生气的表情？娜娜，快看我发的。好，给你边放。确实，我沙发真老快了。非常的流行乐哈。在深夜里朝着梦丢奖杯的自己，好的，6:50就开直播了，我开了一会儿然后关了，吓死我了。你以为我开到现在吗？笑死。对，我抢沙发老快的。好，我评论你了，我看一下。我先看一眼。企业灯火辉煌，企业星光灿烂，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，生日歌，祝你啊生日快乐，预备唱。剪硬剪的吗？好开心，我好开心。我也要一个，我也要给你放生日歌。就是说，不要这么卷的话，大家不要逼我。不是发你 KPI， 每个月要发两条视频嘛。哦，真的耶！我来给你放，你不要放歌了。哎呀！哦，你在放歌啊？你在放你在放的歌曲？那你做放完到我放。好，等我们这个放完再来。OK。啊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哦，好滚了，我都滚了。来，大家开始捡起来。没有了，太好了。先和一下，都匀，一人一半，都得有一点。嗯、快点，好吃，太油了。
这词儿真的非常的难记，我发现了。我发现我的勺子还是那样的。好好听。是你粉丝唱的吗？等于找人唱的。但他写的词。啊，有那味。是不是？开始该哭了。哭完了。应该不会不行。好多行好，谢谢生如。哎，你又把这倒过去了，为啥？就是混一混。他放完了，还有两句。哦，还有好几秒，还有四秒。好听。这个是谁的？是张润的。这玩意长得跟大乔一模一样。对，就是张润的大乔。这玩意跟大乔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很像。大乔，你在地上待会。困啦。哇，晚安。六只大乔。好，那我到我给你放了。你们既然都要这样子放歌的话，的就是说不能，我一定要。就是说，今年有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是发财。开始啊！嗯，给我唱是吗？是什么？大悲咒啊！哈哈哈！被吓哭了。你不是要给我做视频吗？待会儿就给你剪进去。太快乐，这可是太快乐了吧！来，我们在这快乐的时候，气氛中开始，不要哭啊！这么快乐吗？嗯、他们说60岁寿辰都不敢放这种歌，这比我们闹还年轻，就很离谱。生日快乐！哇，我们的，你喜欢吃鞭吗？还可以，我都吃。他们说你不亲自拍个 MV 说不过去。看我直播啊，好尴尬。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看到什么？笑死。希望能感谢一下。谢谢你关掉了。我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！不知道能不能。救命！也不知道，就先这样吧。笑死！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呢？什么？我说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人家已经关掉了，谢谢。一定会的，相信一定会有真心喜欢卢静的人。结果大家说，我立刻出坑，然后没有粉丝了。结果今天晚上，对他已经关掉了。没有，我打开了。啊！我三杯就白。快给我关了，太尴尬了，关掉，谢谢，他们都在谢谢你的，安安，爱你哦，安安，安安只是爱你哦。
安就是什么？安已经送过礼物了，所以对，安已经送过礼物了，笑死！关不掉啊，关不掉，太尴尬了，让我每想起来都是非常让人快乐的回忆。娜娜有没有喝的东西啊？好像我有，但我只有两瓶。没关系，我不喝，你们俩喝。你喝吗？你喝吗？不喝。那是什么？谢谢什么也不喝。什么什么？那我们俩喝。我看看我有什么。因为不想喝，我要你吃饭。你吃东西。安还要走了，还要手机摆在那看我的直播。放不下。嗯、这就是把我放在桌上。你太好耍我了。对啊，对他很爱我，我也爱他。你爱我，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爱吃火锅。嗯，我也爱。好巧哦！待会儿就抢起来，打起来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要不然再给你放一遍吧。我不用了，求求你。嗯、你求求了。既然你都这样。求求求求！想到安静公主，太可怕了。安静。安静公主。喝吗？喝。这是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喜欢这个。可以吗？我喜欢这个来着，因为田馥甄很喜欢喝这个。完了，他们知道是什么了。喝吗？我喝，都是低糖的。吃饭吗？不吃。播到我播到一点就关了，朋友们。安静，安静不是我跟闹闹吗？对啊，但是安静公主不是我们俩。来，我们干不出那事儿。行，谢谢你的饭。虽然我说不吃，但我可以吃一口吗？可以啊。挖一口。你想吃几口都行。好，还有十分钟。嗯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还有十分钟。啊！搞一搞我的草莓牛奶。谢谢你不看了。你有没有蚝油啊？我有。你有吗？你有放冰箱吗？没有。你要冰哪？不是，它开盖了之后就得放冰箱。真假的？嗯，不可能。是真的。你有冰箱吗？我有冰箱啊。是真的。真不可能，我今天才用。对，因为在煮。它是好的。哦，谢谢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拉肚子就当一起减肥，姐妹们。对呀、啊，姐妹们也是好事。第一片毛肚给我们的寿星闹闹，希望他吃过之后又毛又。又毛又肚是什么？就是像毛肚一样清爽，可口。嗯，有味儿吗？一点点。说实话，说实话没什么味儿。嗯，因为我汤多了。他不用冰啊，他没有说他要冰啊。一般会冰，但也可以不冰。来吧，姐妹，就是说，要冰。我不相信。真的。放了好久。他说的存放于阴凉。没事，吃了就行。没事，能吃就行。说明它的盖子非常的，那什么。嗯。嗯，啊，对，还有八分钟我就要关直播了。一般都是加好多好多的。哇，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没有话了。醋你总有吧？有，但我是米醋还是白醋来着？啊、因为我不喜欢陈醋。我没有醋，我不吃醋。你不吃醋？我没有，你不吃醋？对呀、啊，我不信。醋，谢谢。我也吃你的醋。放屁！你没有醋让我来吃。哦不。吃的，因为你太多老公老婆了。我只有你一个老婆 ，N 岁里面。是吗？不是 N 岁，我没有别的老婆啊。是吗？你那天还夸了谁来着？还夸了西西。那不一样。那不，谢谢师傅。那是我的唯一的老婆。就是发妻是吧？唯一的老婆跟唯一的老公都已经在我对面了。笑死！其他都是女友哦。其他都是假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其他都是小妾，那你去去你。对，其他都是小妾。笑死！这辈子没想到会有人因为我而吃醋吗？对，简直不敢想象吧，太多了。但你天天在吃醋。我就是吃你的醋啊。是吗？
是吗？是吗 ？And CPU， 你十根手指头，手指头，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。手指头，那么头就是。其实我很会吃醋，但是我一般不表现出来。一般娜娜都不是吃我的醋。一般我不说话我就吃醋了，告诉你。娜娜很少。安安，把你的，把你，把你衣服穿好好。哎呀，穿很好呀。笑死。说实话，我的衣服掉了一个扣子。谢谢生日吗？我也有这个梳子。什么梳子？嗯、哦，这是张润的。我用三年。真的？长情。我就是没换。倩倩之前给我送了这个梳子，它好用。嗯，我也开始吃了，就着火锅味吃的香甜。就是说，乌说今天火锅不错啊。他当然不是吃火锅，他吃他的猫粮。他吃火锅。他不在锅里。吃火锅底料。嗯、什么？说话没有想到这么主动，自觉。懂了懂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呜，看我们吃也饿了，我没看出来他饿。明天、你是跟我一起是吧？我不，我没办法跟你一起，我也想跟你一起，但我12:20就要排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差不多吧。排完我的就排你的了。我吃东西有点憨。谢谢韩月一直在给我烫毛主播。主要是有太东西能烫。嗯。它这个花椒面好多呀。都多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很。给你端个。哎，你不要接到我的饭里了。对，我播了一晚上，我也觉得我播了一晚上，然后就是歇了2个小时吧。你好厉害。我也觉得。我好像一般如果过生日，我就11:40开始开，讲不了那么久的话。我就1个小时前开的。你还连了麦？对。倩倩。酷爱连麦。想起来了。谢谢，倩倩也是我恩师的老婆。你现在就从这个房间，没关系，他现在已经不是了，他现在去上海了，太久没见了。你现在就从这个房间离开。我感情淡了，太坏了。我倩倩应该是四班的老婆，不是恩师的老婆。那你四班有多少老婆？好，我四班。浪浪的愿望里面有我们四班吗？有啊，真的吗？讲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是你问出来的，不算。你要看看酒，看酒了就不好吃了，脆。嗯。哎呦，我们明天还有公演。嗯，明天可不是吗？那明天留下来看吧。留下跳吧。可以。还有两个位置，9号位跟16。现在别睡了。没关系，还是有四班的。哪个位置比较好？16是吗？16可能比9好。那我跳了，来了，狠狠的跳了。今晚必须等我。对，我就是为了来听大家跟我说一声生日快乐的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他刚刚跟你说了，有四班呀。有，确实有。确实有。只不过是不完整的四班，就是没有 unit 的四班。对，没有用口，没有借口的四班、啊、没有借口，没有。你是借口的吗？没有 WM 的四班，没有 MyBoy 的四班，没有浪漫火箭。没有人听这首歌。可以没有。这首可以没有。应该多点两。四班青春版，四班残缺版，疼痛版。下一个被加菜啊，好像那个。我四班。就是啊，看看有没有。从3跳到了。但是等他送来你可能会吃饱，不至于吧，就这么点儿。都从前面往后跳。嗯，感觉都是煮熟的那种。谢谢生日礼物。不是他送来的都是。还有2分钟我就要关了。他们哦，你说老焦啊，朋友们、
然后我就好好吃饭啊。确实该好好吃。感觉好有钱哟。干嘛？我现在身上只剩15块钱了，你居然点得起？对，你居然点得起。你不知道有一个有一位成功人士叫马云吗？我没有那个东西，说句实话。来，那我谢谢。今天我回去外面吃完饭，我的身上现在剩下10块钱，就等着明天了。笑死！明天提醒我催他。明天我看到你第一件事是开始催。哦，他们说原来是马云请的火锅，嗯。天啊，闹闹的牌面，谢谢马云爸爸。对，谢谢周马爸爸，明天早点发。希望一睡醒就能看到，虽然这是不可能。对，应该就可以吃咯。真爱，真爱。哎呀，还有1分钟我就关了，辣死我了，拜拜。那就辣死你了，不能说辣，谢谢大家。麻死我了，确实有点麻，因为他把一整碗干碟搞掉了一起。拜拜，晚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熟的吗？哎，牛肉，熟的，都是锅里的都已经熟了。谢谢，拜拜。完了，摸到了蛋糕，一爪摸到蛋糕上。这有个袋子。拜拜。